你的形象在这里哦。对，我很想要演反差不一样的，就是心机很重的那种心机鬼。请你冷静一点，请你冷静、就是。我们现在要开幕，请你冷静一点。今天是三峡北大店的开幕，这样。我现在在三峡这个大学路111号，我们的茶洞是自己做的。然后我第一次单吃茶洞，我说我就爱上它了，根本就想要就是半杯都是茶洞。他来拍照的时候很可笑，嗯，所以你知道让姐姐学王美有点辛苦，我身体有点难扭，然后腿还要再一长不长，这样有长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然后这样点餐的时候。我们不随便点餐，你知道生活其实不容易，所以必须加点蜜，就来这里点。然后拿的时候呢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必取的，大家不要误会是必取，但是餐点点了一定要来取，好吗？这个是很有小小心意。然后我们要拿给客人的时候要说什么？蜜的蜜，祝你今天甜蜜蜜。我们内外都要很一致。来，你喊一下。蜜可蜜，祝你今天甜蜜蜜。行。观众都很想问说，你何时要回去拍戏？我何时要回去？其实我 stand by 就是，现在要我只能这么，是演阿姨吗？还是演谁的妈妈？怕怕，其实可以总有演坏人。你的形象在这里哦。对，我很想要演反差不一样的，就是心机很重的那种心机鬼。请你冷静一点，请你冷静、就是。我们现在要开幕，请你冷静一点。好啦，开张了，工作了，工作就要换一张脸了。这里是我们即将开幕的板桥店，在板桥四环路附近。这个是第七家，每一家都其实都有就是。根据在地的环境，我们会做一些不同的风格，然后去做调整。说你最近都在当店员吗？对，我最近都在微风新意，就有时候就是帮忙站柜台。所以如果说有来微风新意的朋友，我相信你应该会觉得我的服务不错。我觉得生活不容易，但是我觉得我希望并不容易。有一天真的可以成为大家的充电站，就你心情不好，你心情好，怎么样，你都会觉得，你来到地图里，觉得，瞬间我觉得心情放松了，心情变愉快了，我真的觉得这样，我就会觉得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翻白眼，就是，我是可以瞬间转换的，太久没演戏。